这要比大小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吹而已吧。吹。你叫水滴。哎、欸。哈有咸湿的感觉。我洗了它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快点了，现在不是要开始了吗？然后开始，大家就是吹吹吹，然后吹完之后，吹爆，然后再拍特写，大家吹，对，所以不用保，先不用保。OK， 好，好。哎，刘海，可以的话，我不知道，好，随便了。好，好来、哦，行吗？三二一。那脱血之后呢？就是吹起来之后，我要绑还是要绑的？啊，要绑。你可以定。因为它气出来了很多。Strawberries。好吧，来吧。Strawberries。好臭。这个应该算香的。也算酸。对，就是果香味。超酸，超酸。可以不要描述吗？超恶心。来呗，谁要先？我先。来呗。可我觉得我绑可能绑不久。没关系，你先假装绑。先假装绑。你说 OK 就 OK。等我。好了。它后面很多线。对，我把它躲起来。好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差不多了。嗯，好，下一位。换谁？我和吹气球。好啊，我看你这样做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好，行哦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可以的，可以。下一位。换你了。我吧。是的。会拍到我吗？应该没差啦。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行，好 ，OK，OK。Okay, okay 你难过掉？它炸开来了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行。什么？搞笑。对，我们等下就是要玩这个。气球大战。啊，你爆了吗？爆了。再开一个。好。那我现在多吹几个。来吧，来吧，换你了。我头发可以吗？可以，只是刚好看不到。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很不会吧？行了，行了。你在唱我的歌吗，先生？哈哈哈哈哈！看哪一个男生说鸡鸡太大，戴不上去，都可以吹成这样。你们以前没有吹过保险套吗？被蜜蜂叮到。我以为那我就是小学毕业旅行都会吹一下。有诶、欸，那个房间里就有，然后我就开始狂吹这样。可是不好绑啊！真的，我现在在。哇！而且为什么我形状那么诡异？因为它是鸡鸡的形状。但你没有吧？你没有特别注意？因为它奶头。天上一颗。我的太大颗，我是肿瘤。要爆了。我多吐一块、啊。
错。我吃了三个。全都算了。其实想要夸奖你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夸。什么夸谁？郭董啊。你说保险套吗？就是他很快的完成三个扣打的 KPI 的部分。KPI 的。然后看本来说，哎，你好吹了。哎，对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？接下来。接下来就是大家在里面打排球。啊，那边原本的气球，那边拿进来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你打。但我真的很害怕气球，我可能只能在这个地方。